最真名家，心杀明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平台头的高博文。平台是江南一带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你发牛肉酥脆，发人样，恰是啷个你上海？今年是上海平台头建头60周年的大喜日子。60年来，在上海平台头里，可谓名家辈出，雷霸风尘。许多艺术大师塑造的一个一个角色，演唱一段段开辟先桥，深深地印刻了听众的脑海里，成为了平台艺术的经典之作。为了庆祝上海平台头建头60周年，我们名家名头栏目精心制作了5席台式擂拍的主菜，分别是这样的、张的、杨的、景的为李的。与5大擂拍的创始人蒋月泽、张建鼎、杨振荣、朱锡进、徐立新亲自一场，十分珍贵。今次播出的是第一集，蒋月泽的这样的和你的这样拍艺术。Hey.
蒋玉石先生你这二年呢先攻余地啊，蒋老师曾经啊讲过，你是在马路边了听商店里向放个朱家胜先生的余地唱片，对这个三观俱出的悦耳动听唱腔十分入迷，所以呢你在余地浪向下过苦功，耽误了深厚的功底。原来因为得上，所以改唱李先生最牛的是唱这个最低。那么你在最低的基础上运用余调的运气方法，也吸收了京剧两山和京韵大鼓的美式音色，唱出了音乐丰富、曲调婉转、韵味深厚的新的流派唱腔。这样的，这样的一面世啊，就受到了广大听众热烈欢迎和推崇，成为了印象最多、流传最广的台式流派唱腔之一。另一场欧大银幕，为曾经获得中国第一家金唱片奖。世界先生的唱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曲调优美摆了第一位，第二阶段是色彩深刻，拿书法深刻感情摆了第一位，
你追求的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所以李宜昌的大量开篇选曲啊，尽管侪不是这样的一个韵味和风格，但又因人物而异，各具个性。比方讲，刚刚大家听到的《欧阳娘娘》，里所在的是十六岁的犀牛仔，一到欧阳去寻找生身母亲。那个缺点的唱法也表达的是略带俗气、心情压抑、也信仰心切的情绪。而下面我们也播放开篇《单位》，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意境，反映的是关云长单刀赴会的英勇豪气。
最长路不行，你哈哈的送至我江边因为这样的这些上始终有音乐人这样的所在成分，各位你个这样的口说性很大，你再去唱个嘴的进步偏移大气很有韵味，但这嘴始终不是中说，原来你与让嘴的基础上加上了发射射枪的张声音，这嘴就被埋了，原来呢被称为是美江的，这样的这些上个美江的啊，或者一人不比的，你还是根据故事情节、神话故事出发，所以在每一段作品当中，你的节奏到你的运腔还有一所不同。我们也听个中批评的家当中的戏曲，未来未去未来家，你就是用你的美这样的很好的表现了决心这样一个神话。神中他像那美表妹为我生日空，叫吕伯吉他我够了他难够家，他如我要够了家一岁难够他，新娘子不
白龙人大儒家，我不要他骗来他，我要他来我来，他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平台这个十八女人带华夫去说话，为此来创造了第一只中篇平台，一定要把华夫收获。这个辰光，蒋介石先生觉得一个卖奖的也反映工农兵人物，似乎在嘴浪向受得了限制，所以创造了一种新的版式夸奖的。在那个只中篇当中，有一段唱叫《刘歌舞女》，是这里夸奖的一个代表作。那么是他夸奖的卖奖的，蒋介石后来又创造出一种夸代卖唱的表演形式，为了反映人物急切的情绪，最终在那夸奖的基础上更加夸。但是呢，唱腔上不受夸奖这个限制，尽量抒发人物的感情，所以叫夸代卖唱，或者叫金丹三唱。是空门，想我休息日够苦伶仃，清早个我西边自己的人生。
十字万我须还问，手中几代真家身，一位双亲地下问，我怎能够是空门走了这家身。想娘子受尽生儿育人，到来你三月呀零分，到那日子我受得几亲儿女，将我儿后去密成的我们亲生，不如来相亲，我怎能与时空门走了这家身。大不如冲破袈裟去，啥日凡不能。蒋玉菁先生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开篇，比方讲杜十娘、莺莺采芹、白玉丫头、刀外周长所等等。你认为韵味也可唱法唱出来，而什么形式样也可唱法唱出来。你举了周长所的例子，比方讲第一句“关公奉命带金兵”。个关字，那么台词韵脚上属于兰山韵，但是呢，如果用我们标准的兰山韵来发韵，个关字呢也显得特别了，反映不出关公的英勇气概。所以李纨用了外环韵来发个关字，音显得酷一些。十一生韵的艺术家就是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来塑造人物，所以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深邃。Thank you.
当日发他带人去，马不停地声音打那一天地地上上卷云，一个好富家人刚出水，一个梦后下山林，他们后人杀得风声白，西沙里提地中山军，也奔不了马飞飞的他飞行啊生命，贵公们叫他叫马送来子到明天风雨一再开大富山，还有下里把王孙
三军里吃饭比爱明。这样一次唱个二十神岁不单是让唱腔了，平台二十岁都啊分色血带唱，这样欣赏你善于自家鲜明的个性，那个台风大气，识别经历，语言幽默，而且那个三言台法啊别具一格，音符很多，十分匀贴的掀开了让唱腔的间隙当中，丰富了唱腔音乐性。里比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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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都是闽江的，是刘刚，是记得。跟南日子也苦嘛，南京这份应该苦，你不够苦。新安那里该打工呀，啥个大理女性在干苦？而且听听个声音，有点少。鸡拿起压缩机，那么呢，苏州人到自己上州来，做点不养大生意都不要接受，做干夫还是你苏州人不做啊？啥个意思？应啊好，需也三杯。林我想此地里松只得两三楼后当期的年龄绝对是此地上这个下午呢，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来听惯才是不妨爱我讲到此的高楼听听上水的爱我已经当你的手机带我狗儿可生恩人仿佛享受神流落难回去
佛苦难哦，如大金人。蒋介石先生一个角色，路子很苦。比方讲，《天堂特子》当中的徐长卿，《欧大人娘》当中的徐牛仔，《白鹿》当中的许三，法海、王永昌，性格迥异，却才是什么三分。那么老牛心灵粉布当中立起个胡瞎子的角色了，哦哟，还是栩栩如生，令人捧腹。陆先生，坐来在。小张呢？小张呢？身在卧龙房。哎呦，总归要来乡里。别客气。瞎子做那个独立无双了，独臂办法是百姓者。今朝早上点心不吃，昨天夜里分吃，昨天中浪吃点葡萄汤嘛，现在啥么就啥子。总归有点么子下去，那不得了。不好，这可以说下去了，大概咬得干口的了。你肚皮里像两条蛔虫啊，我几只腿在那上蹬，吃的半个么子不饱嘞，请你吃药。这两条老外的腿，脚正虎哈子的，被鱼浪甩上去就好痛了。噔噔，两什么哈子中间，哎呦，我得分开吃了。肚里痛，肚里痛啊！哎，那十三天我给他肚里痛个家，哎，肚里痛才是十三天啊！不会有些高药来封花心的不会？我刚等过哪里来？我先生，你哪？那有人告诉我，三个女人病症，哎，个芝麻病男女三三个。对，我先生那位是新病了，那是两男病症。这个阿叔这个久病复发了。哦，哎，我三哥你今年发没？陆先生，哎，你老婆里想痛起来嘛？俺说对方吃吃，吃着啥个么子下去嘛？我都不痛个呢。这个啥么子吃下去嘛，我也都不痛了噻。哎，就这个种，吃的半个么子下去了，是我都不痛了。哦，陆先生，哎，我拉肚皮了嘛？你怎么？啊，肚皮了嘛？还两碗牛面，啊，一碗五花，一碗七皮，刚刚一吃，王林老爸爸来，说娘娘喊我老李哥带买。两碗面上不来往吃过，我没肚皮了。哎，对，何先生，你可再点心了吗？东西拿了，东西还来得及了。要不我去弄给你吃吧。你去弄啊？哎，我点点心给你吃。别别别，那个呀。别别别，别个呀。啊，别个。一人的呀。别别别，再别别别，你说我怎么想？你说我快掉。快掉。金阁里才一人的呀，都人家一只头四十蚊子。叮叮当当当的锣打给他不谁听嘛，手机上一放，陆先生，妹子，新来噻，啊啊啊，写了文字里，手机上下来，知道我的吃吃吧。啊，在上呢，在上呢，好。孩子听见声音已经好了，叮叮当当当叮，我说哎呀，吃完了那个，吃不脱个啥东西么子，哎，是干么子吧？是打文字吧？嗯，西瓜子。都民国吃西瓜子，噗，熏青的，地不地海外，闺女，我要不哭了，你想我有我，来不及个，你想要枪决了，还不来噻？第四大本子。哎呀，俺不听气，得脱的。哎，俺不听气，你不讲。我听你说啊，不要不要不，哎，妹子啊，这啥么子呀？哦，俺不拿这里人不给讲。先生，哎，这咱们这里像是牛奶片的。牛奶片。嘿，妹子啊，这种牛奶片是娘娘们都喜爱，我是高高一起。有吃吃皮皮不吃，我是俺抢的吃牛奶片，吃个两袋也差不多。何先生，这个意思里你也吃得半点。啥个意思里叫他没那么中国吃得半个么子？给我三碗东西。拿好了。今天吃这。哦。你要叫妹子都说得起劲。哎。偏偏是冬天嘛，大五子五牛娘头子。牛头子。哎呦，鼻子嘛是下薄。哎。
娘们来这个头。哎，据说那工地的青阳鱼一百套，稀奇的嘞。别讲了，那边也讲这个，那这个谁哭啥的，那边也讲这个嘞。等一下，啊、我先去看看。驾驶员妈妈让我帮你吃。做青鱼的，那边驾驶那个做好的。等一下啊。四只本子虽做他妈和我放押金到死亡间里，开火锅盖一口嘛，切着，火高了围一门，三只打底，一只就顶，四只武器差不多。本子拿出来，穿上盔，一大路白龙里向出来，白龙里的风来这个头，个头子把那风一吹，外头就只剩壳子，外头分裂着。不过理想的汤嘞，会是飞滚发烫。我带过谁听，手机上一放。我先生啊，妹子啊，你吃不滚呐？哪了？围上一盆四只。四只的啦？还差不多噻。哪多些呢？哪没母娘？啊啊！那亏呢？哦哟，为亏了，哦哟。孩子一摸嘛，不是虚的呀，因为不马桶的是高清。一张投资像三个人的球队这样一个。这个事在我集中差不多，心里开心，我无伤了还。干了嘛，要进去的。哎，总归要自家人有的帮忙的。喂，何先生。刚刚一眼要离何先生去，你不好不答应你，立即我接的。你按脸上反倒都住人民去。我眼睛小啊，今天是天黑的。我也去投资的想到药材。嗯，都来个子。嘿，没好吧？哦，没好了呀。你那么多药嘛，呼吸吃醉呀？是呀。啊，是啦。嗯。那么我已经确定一个呢，最好吃的。哎。这个年纪大，还要身体健康的呀。对。那么你听着我话，我们现在告诉你。我都听那个。哎，怎么好？我懂懂了。哎哎哎！现在个中医告你，这个身体来得个好。真的。那么就厉害。真是。自家老了，真高。我要想到那么多药，所以乡邻才要叫你小女婿的，对不对？没好没好，你放心吧。啊，点心菜。哎，你等那开单，你放心好。哎，放心啊。哎，侯先生。你看娘，今天带你瞧，阿三木家。娘来菜，大半路的娘来菜。你们都娘们当都来了嘛，我也是得吃酒吧。是呀。啊对了，那你现在不吃这么差地方呢？不吃啥？来得个好。哎呦，老婆子。那么你乡里本来挺乖的，大伯不送乖，乒乒乓乓乓乒。也真香。这个现在身样不嘛，你倒好的呀。哪来？那你既然肚子到底哪来？我是个菜辈子来的。那么恭喜大家去叩门，我是分机了。你去啥把去？我去嘛，这他这个老人。但一捆多老夫妻来这个哩，我没喝了，没喝了还。哎呦，你都不进去。一到人光么子也在那无气气。是呀，气死你呀！这是大铁路的手下的。哎，没好，没喝来的。你是有良心的。哎，才想落个。是呀，一进去。放心啊。哎。放心啊。哎。喂，吴先生。啊。哎，你干啥搞？你在做啥呀？婆姐家都没阿公来着。那所以爷娘也要进来。这个上梁不正嘛，下梁花。是不是？现在老夫妻也好嘛，大瓜比好的。真的。动力不多。哎呦。中山我不去。不是。弟弟让出。哎呦，没事没事。不是啥个东西来，细细细来三家不好。是呀。那这个嘛，真正叫家务繁殖性。哎，对个对个。你不搞人家是将来又将来了。哪分也在噻。你放心啊。哎，哪能够放心在？等一下啊。哎。喂，吴先生。我不要说鸡蛋，我不要说。说给你姐姐。哪听你？啊？哪听你办到主人名来啊？吴先生们哪听你呢？哎呀，我不先生，你让我吃肚子嘛，忘记掉噻。你说是养病人来偷个伢子要吃肚子？我说那是吃吧吃吧。来来来，光。你吃死了我讲，我拿那刚好吃来吃吃，你吃吧吃吧，不不不，你我不讲噻，我随便那来噻，我吃呢，不是我吃奶也不提啥个，不讲噻哟，啊不给，吃不娘我吃的，啊，我不我饿的，双赢几个呢？哪有个中赢？我分享着呀，吃吧啊，不给，是吃吃完哟。
你去哪一家五七三馆？这这哟，那这五七三的？我这鸭呢？去年，怎么我要吃到？今年鸭要吃的也是的。侬今年要吃过？我那个女生不要给他吃呢。吃到？啊，吃吃吧，啊。还是先吃饱，五烧冰的一身，不就中央五七三们来弄你呢？甚至一张了，肚子往这里烫一水，湿的湿进去的。你要吃那个张纸，哎呀，命龙来的，一干，不晓得这个头子个鼻子小小不会，外头么发烫，里向个把烫的飞滚发烫，不能一干么鼻子抽脱，而且抽个一面底下带的个火龙里，往里向去，这把烫大概需要十分钟也要照着你火龙口。而且有个么子得了，是烧也烧不得，哈子个一通不通的，阿就把再分开出来，搿里像怕有的呀。哦，先生，哦，先生，先生，好，哎，先生，猴子，啊，猴子，上到我后头家，我喉咙去猴子，哎，喉咙可没猴子，哎呦，啊，哎呦，多猴子，哦，好重的噻，哎呦，我分吃的不离心啊，哎呦，先生，没没地吃的呀。我有多没脑子啊！心疼着我呢。哎呀！我呀，人家不能喝得啥个。你到时候躺下来嘛，这个头子扭到坑里了。不晓得不是一天，不落地到八二块。八二块看到头子嘛，当时挺力气的。这八二块抽过来的，来，哦，我多没脑子，不是，不是。你到时候捡起来嘛，烫的弄鼻部了。你里向不撑你都是，啊哇哇哇！这啥家伙？猴子。逼不了，好不着。逼不了，那以后不着在家。是天嘛，到时候就在猴子的家，百姓了，阿爸阿妈。不是，不是。哎呦，百姓了，好不着。百姓了，哪好？哎呦，吃大路里，摔大路里去不行。你当心点呀。哎呦，那是真的好摔，吃不着，哎呦。那是吃人命来。我不要吃，不要吃。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蒋玉菁先生的台词这样怕女人，所以向大家介绍的开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Thank you.